小店不是昨天刚刚开拓吗？然后今天准备去山上别的农户家里边收拾货。小吉再收拾一下，一会儿就准备出发。山上跟山上距离都比较远嘛，今天开大酒过去。林区的树还是长得很好看的，焦黄焦黄的哈。是。啊，这还有养蜂的，看一下。啊？还有养蜂的呢，看。看见了，看见了，院子里都是那个蜂箱。窝窝根儿。啊。冬天留着吃，然后这边还有，你看。门口都有这样的，这是什么根？萝卜根。啊。花心大萝卜根。走，咱俩往前溜一溜，看看小屯子。看这个，这四轮，都快到我这儿了。这个车我跟你说，越野最厉害了。你啥四驱到那个地里也白费，还得是这。就是这一家，我们进去看看沫儿。这大红辣椒长真好呀，串成串儿。哎，哪个是新来的？新来的第一茬啊。第一茬咋的？就是那个干净。第一茬有多少？有一袋。一袋子多点。我这还得给别人留的，别人还有要。这是第一茬了吗？啊？这也是第一茬了吗？对，这是。这多少钱呢，大姐？几个？这个。那头茬，头茬吗？啊。嗯，我卖的都是那个35。啊？便宜点儿，那个我那个承担的我都给你。你看看别人给我的那个发的红包，我都是。不是，你不用看别人，别人不用看。哪个便宜哪个呀？不用看，这个就你那头啥？那个啊，头啥？那35。那个都头啥都35卖的。这是春茶，这头茶沫儿。对对。一般送礼的干啥的都是要。这是好的。都要头茶，我不有电水管。你不要拉倒，那个35，你不要也行。内部第一茶，那个你要内部还有，就一袋子多点，我还不够卖呢。第一茶就是干净味儿，送礼啥都要这个。他应该不能那啥，他差不多。这我也不愁卖。就不差那一袋子了，你就35，你要真能拿准备。你价钱给我压一点，你少压。哎呦，就是35了，因为我都自己提袋都35卖的。你给我少压点。哎，那天那个谁，就是那个大风，那个俺家邻居，他要50斤呢，春晚里给他送的。白袋子够你留了。不是，有药。我知道，你那白袋不就够了吗？嗯。这个给我们吧，大爷，那这个给我们吧，哪个？那白蛋你留着，我怕不够卖的，有药，有病的。你卖有病，你卖谁都是卖，还卖谁都给你钱，你怕啥了呢？那个要不都要10斤的，那个你给我留点这个。那个白蛋的给你留着吧，那白蛋给你留着，白蛋了。要了吗？没要，没要就卡走，不行。你这我都不想卖给他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卖给你的，我得给人留点，你得够白蛋的够你留了。这就是东北的老房子，家家户户都有炕。这家还腌，耶，这也是腌的酸菜。好，前面有车挡着了，那个我们的车进不来，只能把车停到井沿边，然后小吉扛着袋子把它扛到家里边。这一袋子老重老重了，几十斤的。我们小西安岭的这个沫，这个是我们小西安岭的头茶沫。小西安岭呢，早晚温差特别的大，然后地理环境也特别的好，所以它这个沫生长出来的肉就非常的厚实。这个春茶沫呢，就是第一茬的沫就更好。这个呢，我说的价格是35一斤，加上运费是8块钱，然后是包装是3块钱，然后呢。来往的这个我们俩的这个车油费啊，还有平台充的点儿，所以呢，这个沫儿我赚4-5块钱就给大家发出去了。